进了两梯子。那小猫猫送来了，哎呀，太惨了，眼睛全部脱出了，需要手术了，马上手术。啊，咪咪，咪咪，给你打止疼针啊，减少你的痛苦，就不疼了啊。我的天哪，我妈呀，哎，小猫猫的手术做完了，那输液等它苏醒。球给它摘掉了，全是蛆，我的妈呀！眼睛里边烂的特别严重，这个每天喝点输液就行了。希望你是一个小天使，能治愈一切不开心。看一个眼。鸽子呢？大家好，有利小动物救助站，这个就是那个眼睛冒出来的小企鹅，当时已经生蛆了。那没有什么危险吗？现在吗？现在没有了，现在等着眼睛慢慢恢复。好点了，现在能吃点饭了，还没扔出来的时候。那住院多久了？这个哥，他这个猫呢？那个从楼上掉下来的，就是拿纸壳箱写个字儿，自己自己起的。啊，就他呀。对。这在哪儿捡的？大安街。大安街附近，就在外边扔着的呗。对。天哪！在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单元门里的，对，行了，长挺好看，完你就联系救助站了，救助站也送了点啊，对，行，好嘞，那我们就给收治了啊。狗问这小孩儿，眼睛磨的他，我切，这个是一个人，也说是捡的，然后送到别的宠物医院去检测，小问细小冠状三种上面都有，来的时候都要死了。现在治疗的心小和冠状基本上好。哎，这小猫很萌。刘丽大姐16年如一日。现在不求别的，就求大家别老诋毁刘丽，因为她不是官方救助，她是个人救助，也国家也不给她钱，然后呢都是自己以前把房子卖了，家人都不管，她救这些的动物。所以你们有能力的人还是捡到动物能自己养还自己养，给救助站减轻点负担。那么现在抛弃的狗多，捡到了以后都往救助站送，从一开始的几十条变成4000多条，领养的还少，哪来这些狗？都是大家抛弃的，都是到救助站的，都往那儿送。送了以后呢，治疗费也不出，什么费用也不管，粮食也都不管，反正就是送去，送去了自己的心里就安慰了。但是救助站这个事儿，他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，有的时候你这要吃的话，这会儿都吃不上了。我们想，我们每天的视频都会开开心心，但是每天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救助情况，每天都有猫孩被抛弃呀、啊。他们要身体好的话，就不会这么好心。有利于这16年，现在是。他对他来说，他只有一个狗院子了。让他坚持走下去。
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给我们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我们好继续吧，再次感谢大家。十六年如一日，如一大姐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拯救城市被抛弃的猫孩。年十六年，看接下来都是，所有台都是。有的送大夫都没有及时来拍摄那个送来的视频。还有这个小猫，哥，你能说一下你跟柳丽大姐怎么相遇的吗？就是十几年前的脸吧，他抱着四五个狗都细小了，然后到我家去。在这一唠嗑，他就说他是都是捡的旧的，然后现在别的宠物院治疗，自己的房子都卖了，给那些狗治病，现在也治不起。然后听他说这些事儿挺可怜的，然后就开始一点点帮着他治疗这些狗，然后一开始帮他进点狗粮，然后他没有钱，我就全舍着他。一舍了十六年，没说十六年吧，前几年一直都在赊着，欠了得有80多万，觉得他太可怜了。然后后期他志愿者们捐了一点医药费的啥，他就每年都能领一些医药费了。这一个倾家荡产去治疗去弄这些狗，现在越来越多。我刚认识的时候他才几十条狗，发展到了十多年赚了将近4000只狗，明年的少，大家伙儿抛弃的多。被褥衣服我就在里边。你在哪儿啊？有衣柜吗？你没有衣柜。那你今天在哪儿捡的呀？今天衣服在哪儿捡的？就是大家给狗穿的那个衣服里挑出来的。你这姿势挺好看的。好看吗？好看。